本期讲解一个多多小店啊，就是拼多多小店游戏变现，每天1个小时，轻松月入过万啊！冷门蓝海赛道，课程分为3节课，包括项目介绍、小店的开通及选品，以及上架啊、后台设置以及注意事项啊。三节视频课，还有需要的这个黑日出狱图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这是参考图啊，就卖这种游戏，卖这种游戏。然后这是输入图，大家看看，支付金额6000多块钱。啊，这种店的话，而且还不会违规，啊，这是包括游戏的选品平台啊，全部都有啊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多多小店啊，或者是游戏变现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